外人复活，这玩意儿，感觉主播的晋级赛还需要再沉淀一下。 还是不是很赚。 他们咋也在边上？ 怎么不交替啊？ 怎么突然又好起来了呢？对啊，我感觉这把应该是要炸穿的。我看下路都直接被越了。
看起来还是没有那么好打。 我操！回家了吧。 什么哥们儿在扛塔呀？ 哦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加 TP 了，他要留着10分钟去下路了。他这个玩法，这不10分钟直接踢下就他妈越下路去了，我估计坏了。 完了，还好就死一个，好像不止要死一个。 表面好起来了，其实好像 ADC 已经很肥了，但是他没带进化，他没带进化。 他少了个进化，这或许是一个伏笔。 哪呢？他们下路来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看关灯了也看不见他们谁来不来。我以为那边就是我们上中野打起来了呢。 这关灯了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。 哦，破克刘维乌斯，这我你让我把他干掉，我怎么把他干掉？
回血。 你说的对，这就是焚天啊！这就是焚天啊！是的，我配合寒冰的大招，直接把他的那个复活给打出来了。 还是有点头大，等下抓紧出个护甲装吧。应该不会越塔吧？对不对？没那么变态吧 ？OK， 我就把那个塔拆了，完全能接受啊！我们这边三个塔了，对面才两个塔，还赚了一个塔。 我操，这么会打！ 这把还不好说啊，现在就是军事吧，最多算是军事，没优势的。对面AD滑起来一波，我们就游戏结束了。
我们小女妹来了，好像打赢了呀，好可惜，你知道吗？就差一点点，我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差一丝，为什么会差一丝呢？ 真的太可惜了，就差一丝丝，我有一口没回上那个坟田，被他拉死了。哦，我都以为打赢了，我把对面 ADC 不是复活，好像打出来了吗？他又复活了，哦，好可惜，都感觉有了，真有了，最后一下没吸上来，哎呀，应该是被套点火了，他们 AD 没闪现，我的大人头，我又没大人头，我好像没大人头，那还行。 但我们中单大人不对面中单拿到了，到时候还得出魔杖。感谢 CHOI 的三个超大高能级血小老板，谢谢。不是我技能都中了，怎么闪现？不是技能打空了，这三能 Q 中了。赶紧来个护甲吧。谢 SK9337的一个超大火锅，谢谢老板的火锅，谢谢。感谢老板的三个超大高能级血小老板，谢谢。你踢不下来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梦魇开大 TP 不需要蛇女，蛇女看一下我们。这太孤军深入了，我就怕我一走你们就被开了呀。我没闪，那我真去了啊，你们小心。不是让我去带线吗？那你们就后撤。 带个针眼出来，30魔法伤害，2次攻击特效。 要满层才附带。
纯天确实不像个人啊，是有点变态的这种装备。闪现一刀把他们 AD 下次好像来了个回旋踢吧，把对面的谁给踢过来了，很关键。神女阿闪吗？神女没交闪，他怎么阿闪？交闪了，然后我这里没显示是吧？ 说你大了三个，那要是大了三个，那不是下次踹到一块了吗？这不好像是下次立大功了。不用单带了，打团的。 啊，确实不像个人啊！你看，今天一来就你晋级成功了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可能还会掉的。 上来可能会掉的，别高兴太早。 回放一下，好的。